墙壁变形。如面。这里倒是都是封死的啊，封的比较密。面。墙。墙这边是一片啊，还真的是像墙，看起来很重。点画中间的空隙不多，所以这看起来它是比较紧密的一个字。下面的回就写扁一点了，写得很开，可是写得非常的扁，非常的扁。注意间距问题啊，左右间距。上下间距，墙。B，这撇的超长的，但撇的很细致。注意这个间距都是扁的啊，那以前习惯把土写在这边，还有那个玉字旁的也都习惯写这边。你。好，这边就说一下代笔动作。这些行书所留下的痕迹，一定要都做到啊，不然就不是行楷。行书式的楷书啊，回一点带下来，移过来，笔势弹上去。原则上，这么动作一定是干净利落哈，绝不拖泥带水，也不做多余的一些花招哈。那个动作其实都在精熟之中，我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写出来。喂，福，这都要写扁啊，而且它的宽度要够扁，拉开宽度要够，这个要。不用太长啊，因为下面没有，不需要伸长，伸长反而难看。但带起来它顺势上去，加点粗细。福，主，这是万众瞩目的瞩，这个目要写高一点啊。不过我看好多翻译都反而翻成瞻了、啊，但是这个字如果照本意来看，应该是瞩目的瞩。好，注意这些横画，注意这个横画偏细，有点偏近，主要现在笔画太多了，不得不把它写靠近一点，写细一点。以前这里经常没有一点啊。这个行书画就更重了。